开始说的吗？当我们见面的第一次，就注定我们是一家人。梦想导师汪峰和班长黄友为小二班献唱祝福。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，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。似乎听到了他唇骨般的心跳，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，我在这里祈祷，我在这里在这里寻找，也在这失去。